哦，你联络簿上写什么啊？不可以破坏你的书套。干嘛？要干嘛？有啊，他回来了。你有没有看第一页写很多字？六页。嗯。一三一两两两遍。好。第三页。我比说一遍外传。慢慢讲，再讲，我听不懂。妈妈说：“乱讲，乱讲。”他本来就在乱讲。弟弟乱讲，老师说。没有，他在不是他在假装念字，妈妈。啊妈妈妈妈妈妈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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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，他在讲那个他的联络簿上的字。哒哒哒哒，就在哔哔哔，沙巴。沙巴。溜滑梯呀。没有了。没有字啦，噼噼啪啦，噼噼啪啦，没有字了啦。还没有写到啦。